欢迎继续回来2016全国单人赛南区转播，我是主播 TRY， 我是今天的赛评 KHJ， 大家好。哦，那下一场的比赛邀请已经进来了，那等一下两位选手准备 OK 就可以开始了。哦，哇 ，EMP 与商情竟然使用03年的新农牛哦。对，使用03年的新农牛，那是不是因为在先发投手配置方面是使用03年的投手呢？大家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没有意外，他会是使用左外手佣兵，那对上是 EMP 托夫王，是内战呢。对，这是一场内战。不过这次 EMP 在南区也爆了非常多人哦 ，EMP 跟超越这两团发生内战都是不意外的。嚯，没错，就是。用单年度来选投手，所以说选择了不是选择05牛，而是选择了03年的飞勇，然后去吃03年的加成。哇，这张是飞勇唯一一张红卡，也是早期新农牛会喜欢用的先发投手，还有左投慢曲，而且他第三个潜力是 A 大师，有点可惜他没开到 A 大师。是。哇，这个投手实在是太酷了，我喜欢。哇，太酷了！狂，欧尼尔抓到外角高的曼奇，射到 S 拉。其实这球应该也是算失投，投在一个外角的一个高球，算是也是非常难掌握的一个 timing。如果要打全垒打的话，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难掌握。可是你不觉得没球威吗？他这个曼奇，因为他选择这个投手就是。就铁了心，就是我就在跟你拼慢曲啊，对。那也不能因为选了这个投手就不投慢曲，所以说我觉得背轰其实都还 OK， 因为现在也比赛才刚开始。我们来可以对比一下托福王的先发投手克里夫里，这个慢曲有多恶心哦。是。啊，羽商晴也补上了高国辉，摆在 DH。那他中外野手是佣兵贝尔川，也蛮特别的选择。那豆腐王在这边就是佣兵投手，又佣兵了 Trout， 这样是不是对他的牛棚战力有所影响呢？等一下大家可以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上礼拜北区的转播当中，有三位选手使用新农牛，都是05牛。那夜班先是选择佣兵中外手黑卡啊，天猛星好像是选择佣兵大地士哦，97年的大地士。半岛超人古月则是老兵中外手高国辉，哎呦，再抓到一球，连续两场比连续两个半局哦，手打者就开轰哦，都开轰了。对，那其实这样子对于伤情的投手跳脱来说就是非常吃紧，因为你被两度打两分了。应该这时候可能会喊下他的第一场暂停，他这一局这场比赛第一次暂停。哦，不过啊，他的左外手现在不需要佣兵，是因为有出了胡金龙啦。是是，在这之前的版本，我想他应该会选择佣兵左外野手。对，因为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扭扭可以单年度互转的玩法。对，那这张贝尔山中外其实也算是非常。不错的一张卡片，因为他有调整老兵潜力是带老兵天气是带调整之外，他又有一个飞扑大师。这时候应该是羽商晴选手做第一次暂停。对，少年14年林毅豪，这就直接转成14亿大哦。是没错，因为他的打者就是可以全部打任何一个单年度。对。那比较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些选手可能就是这样换来换去会忘记。假如说你现在佣兵上的话，你的 DH 就是要一定要摆有年度的卡片，不然会变成 All Star 加成。对，就看看待会他如果转成03年的魔瑞的时候，因为魔瑞除非他没老兵，如果是没有老兵的魔瑞就可以变回03加成。啊，如果是老兵玩的魔瑞，那他就要换 DH 了。对，要选一个自己。也不是说喜欢，就是你开心的年度都可以，对，都可以。那新农牛加成最好的话是05新农哦，所以他待会有可能把 DH 换上05年的。是，可是05年也没什么红卡哎、欸。
应该说犀牛就很可惜，就是在于他的后援牛棚比较没有办法跟强势的兄弟跟统一再去 PD。好的红卡没有用过的，现在就剩下义大系列的，是义大的 Many 啊，义大的灵异拳啊。外野保守退防，对上是怪力男。看湘琴能不能马上有所回应，因为像这种比赛，你如果都一直不回应对方的话，那个气势被拉过去，其实真的有差。对。那 EMP 与湘琴也曾经是 CPBBOL 中职联盟的全垒打王哦。欸，他当时是使用是金队，对，中这球歪光打得非常的扎实。金 AS 哦。好，打出第一支安打与湘琴，对于分数的落后压力应该就不会那么大，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打不只是投手或是打击的时候，你第一支安打或是你第一局度过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就比较还好了。对，这张叶军章也是我非常喜欢打者，潜力有铁金刚，可是，在老出了老兵系统跟单年度的完整之后，我反而觉得铁金刚不是必备的潜力，因为他的单年度 hold 的数值其实不够。哇哦，这球贝尔川非常霸气的吸掉，还是贝克贝尔川哦。这张阿卡姿势吃的是黄甘霖，是锁刀留得住哦。对，可惜了，这个方向其实已经跟得非常近来了。不过如果再跟个一麦麦推到右外野方向，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打出去的一个 timing 哦。那这个是印第安球场左外野，现在开逆风，节奏打得很快哦，两边选手节奏打得超快的。是。那其实，在豆腐王这边，他节奏打得快是没有问题，因为他现在有2-0的优势在。那在与湘琴这边的话，像2-0的状况，就是要先拼上垒，先拼上垒，其他的要轰那些等等再说，先拼上垒最重要。哇，这个对于湘琴更不利的是，现在从逆四转成逆六，对，而且还是保持阴天。这个、是这个场其实有点，风向不会说很大的场，对。那右外野的话是比较浅的印第安球场，左外野又特别高。对。如果是南区的网咖，其实这个印第安场算是我跟 EMP 球团非常有缘的一个球场，是在。电竞甲组联赛，那时候是电竞甲组联赛第三届吧，是第四年的电竞甲组联赛，但是全民打棒球第三年，然后那一次是在南区的左营那边的大都会网咖，然后打到一二名的冠军赛的时候，就是 CB 球团对上 EMP 球团，然后也是打这个场，所以说这个场就是有。对踢大来说有特别的含义，对不对？我记得那场比赛是输掉 ，CB 球团是输给 EMP 球团，那也是他们 EMP 三位成员黑人吃跟 EMP 与湘琴，还有一位是谁？啊，还有一位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对我他们印象最深刻，我就是 EMP 的与湘琴跟黑人吃的，非常的印象深刻。对，其他另外一个，我记得好像是。那时候是他们第一次参赛，然后就拿了冠军。那个时候是他们与湘琴跟另外一个都是杂牌，然后一个是洋基的样子哦、喔。对，我有印象是洋基的一个。然后佣兵陈金峰，我就是被他的陈金峰打了全垒打。哦，这一棒 ERA 是在第二轮的第一个打席，第二半局第二个打席就打全垒打的。是。哦，聊天室有反应，有那个球，那个观众反应叫春，这位选手，还有印象吗？记得好像是吧？是，我也记得是好像是叫春，对。然后他的叫跟春好像透过特殊符号是分开的样子。开的，对。那就要看这边女湘琴能不能就是把。
可以福利先逼下去再说。对，先开框打中外是祖劳特，也是乱吸一通。这其实有时候气势就很 ，Tida， 你懂这个感觉吗？就是你已经很想要先上垒了，可是就是守备来给你乱扑一通，这样子的感觉，这样。没办法，现在卡片都做太强了，没有移防都已经可以打成这样，更何况移防之后的积分赛。对。那乱扑一通算是一个形容啊，大家不要对。不要太 care， 对。那一球算是真的打得比较好接了，已经算好接了。是。好，转成10年的新农牛高金城武。这张高金是好像也没有拿到 那一年的救援王哦。是。也是被库伦拿走。没有拿到，对。高金城武其实一开始我。看到这张卡片，我记得是白袜队的一张黄卡，你有印象吗？提达。对，那年高金10年上半季刚进来的时候，一堆人都在买高金城武，因为中华职棒竟然出现这一个鼎鼎有名的投手，很有名，而且也算是第一个中华职棒出现 BBO 全民打棒球有收入的 NLB 球员呢、欸，是第一个吧？是。啊，他那张黄卡的取球是。一般的取球不是慢速取球。如果要讲第一个打者还是投手，因为摩拉好像也蛮早的哈。哦，可是摩拉算是台湾过去的啦。对啦，那个就有点，就是人家讲的旅台就是神。对。好 ，EMP 与伤情喊出第四道暂停，换上的是98年的赫夫曼。等下这边与伤情是不是有一个操作失误，没有把 DH 换掉呢？哦。对耶，因为这张佣兵投手是没有年份的。是。那其实这样就看得出来，其实羽生前的调度就比较会浪费到一个战场，那就比较又比较不利，因为现在又是一个2-0的落后。对。那 T 大，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你会把那20秒拖完吗？我想问这个问题。我应该会拖完吧。因为其实有时候。有些人选手的习惯就是平常打线上积分赛，或是打一些俱乐部的一些线上赛的时候，就是很顺嘛。ESC 按完之后就马上按掉了。那我甚至在比赛当中，我也不会按 ESC 过长。对，我是给他建议，就是把20秒搓完，然后顺便想一下，就是之后的你要怎么去跟对手做一个斗智的一个动作，顺便可以冷静一下。对。那这张阿卡瑟是三毛林英杰的姿势。球路升级类型是滑球，那第六球从开到是螺旋球。对，这球是一个基本跳接。啊，这个九八洋基也非常凶哦，金卡全上，那二游也有松跳、哦，只要看左外一手阿卡的脸色就好了。那这张紫卡上中赫夫曼。Cage 真英怎么看这个投手？赫夫曼，哇哟，这边逆六 HR，I can't believe， 哇，我也不敢相信，这球的 timing 实在是他抓的太鬼神了。又是手打席哦，每一个半局的手打席这是最危险的一刻。那干脆羽伤情之后就是把第一棒打者都保送掉算了。其实我觉得这球也没有失头，没问题啊，内角高就是让你打，但是逆六你怎么轰得出去？但是他就是轰出去了。哦、不敢相信，这球实在是打得太准。好，换上98年的赖友亮，这是羽伤情第五道暂停。其实羽伤情这场，我看他失头球也是没有丢几颗失头球，都是对方打的好。那前面被轰的两只全垒打都是取球，就是对于豆腐王来说，他今天的 timing 的一个取球或 S 取球跟进来，或是拉打的 timing 是非常的顺。奥尼尔，单场双响炮，单场是一个双响炮的演出啊，有点夸张哎，这是第四发全垒打了，是，然后是奥尼尔单场双响炮，那其实我希望羽伤情在这边还是可以燃起一些斗志，不要完全把这几张棒记，因为这一次的比赛不是比胜负而已哦。还有比失分制，
对，所以说其实每一分来说，对选手来说，就要都能不要尽量标示的话，就尽量标示啊，对。我突然间找不太到一些当时 CBBOL 的资讯，但是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羽生请在那一年的比赛的话，平均单场的全垒打率是五支，哎，是三点多支啊，三点多支的全垒打率，三点多支其实是非常非常惊人，而且那很时候恐改版，怖。对，很恐怖，很恐怖，非常我看到了，全垒打王是他114支全垒打，66场比赛114支啊，所以是二点多二啦。点多，二点多。二那点其实多，你讲这个数据会让聊天室羽生型的粉丝燃起一些希望，因为他开轰能力很强。其实现在四分落后，只要一棒可以追平的比数。就是满垒一棒追平的比数，我觉得都算 OK，没问题。现在积分赛取决胜负的，也通常就是一发全垒打，而羽对，生情是单场能够稳定打出2发的像玩家。全垒打玩家，对，那就要看羽生情这时候能不能就是吹起反攻的号角。现在才六局，六七八九四局，其实你慢慢一局给对手压力，然后慢慢把手感打下来，打起来，即使这样输了，下一场继续维持上一场。打回来，打出来的手感都还有机会的，对。哇，现在换上小鸡，就要看看什么时候才会把逆风结束哦。对，那豆腐王这边当然就是用投手车轮战把每局的失分压下来，然后因为现在这次比赛也有比失分制的，所以说看豆腐王能不能就是把用投手这边办法比数压下来。对，那这是豆腐王现在要做的事情。那98洋基，如果要看金卡的话，还有李维拉，金卡是也是与阴天哇，这边哦，扑了下去，没有吸到楚奥特，而且东哥直接拼三垒，这个判断非常的非重判断要哦。非常非常的好，哇，羽生可能听到我的呼喊了吧？对，他的这两个连续的安打非常漂亮。他是怎么知道楚奥特扑不到的啊？其实那球有点斜，有点斜，还是说其实他已经超过二垒，他如果不拼？三垒，他回也也回不去，去。对，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哦，这个基本款做到了，基马本款。丁尼也选择稳稳的抓一垒就好了。对，其实这球有点边边 play。如果你传本垒，有可能抓到，那就要看他的捕手。他捕手是婆沙打副天，其实是阴天，其实也是有可能抓到，但是也没必要去拼，因为如果你 all safe 的话，变成说这分进来，然后一二垒有人打着，就是追平分了。对，所以说豆腐王这个调度也是非常的稳定哇，的。打轰这一球，可惜没有办法把分数拿回来。是。那就要看贝尔川这边能不能再帮羽山琴添进一分。4-2，两分落后的话，其实变数都很大，又是现场赛，对。那现在吃的是09新农牛加成，09牛有一阵子还蛮红的，是速度加10的年代，是，左右外野又有原生的红卡，哦，刚刚杨基做了什么事情掉哇，这哇，扎实啊！这一棒送回了垒上跑者，而且继续攻占二垒垒包。二垒是，这球打得非常的漂亮，一个外角球，应该是一个 V 二缝，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做一个推打，非常漂亮。轮到零三泰山的打击，上一轮打击在抓外角球。是，那其实豆腐王现在就看能不能把分数降低呀、压低分数啊，对。领先四分，以玩家心态来说会松懈，但是仅剩两分领先的话，就觉得随时都会被逆转哦。对，我现在又这个风向吹又成了起顺风风了，哦，是。还算合理的地方是 EMP 豆腐王先打，所以先顺风哦。是，如果待会七局下半再转成顺风，那羽生请就翻桌有理哦，就是摆明就是黑箱啊，黑箱。那羽生琴这一场比赛有个重点，就是他佣兵两个度是吃完了。那他打者有吃佣兵吗？我看一下，他打者有，所以说他这一场比赛应该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塞牛棚的佣兵上来，那就要考验牛的后援跟洋基的后援。
换谁上，能够帮自己的球队守下分数。而且换上第七道暂停哦，是03年的阿卡。哦，他选择还是打03年打到最后。是，那可能就是因为他03年如果飞勇有任何状况的话，我就是这张阿卡上，那有可能就是这种想法。对，我在想03年最有价值的投手是，哦，胡金龙抓到内角高的 V 尔做一道 S 拉，做个 S 拉，哇哦！其实这有点出其不意，这有点出其不意啊，因为像是两分的落后，一开始要先锁空平空，其实这个想法是比较特殊，但是羽商晴他办到了，对，就是这种积分前十名玩家能够做到的这种抗压性。他一直等的就是顺风哦，我等了七局了，现在风来了，对，风来了，也把握得非常的好。我刚刚想要提的是 ，EMP 与张琴，那使用03新农牛做先发，那新农牛03年最有价值的就是摩瑞哦、喔，对，那是摩瑞又是晴天，那03牛唯一一张红卡打，唯二红卡打者，一张是左外野手的晴天罗松勇啊，另外一张的话是 DH 打 DH 的游击手啦，阿浪郑兆航那一张是阴天，所以不晓得他又带了这张阿卡坐在03年是什么样的原因，对。这可能就是要我在赛后再问他是什么原因哈。对，如果可以单年度互转的话，转零五铁定还是最有优势的、哦。因为零五的加成应该是最高的嘛，连冠军。对，嗯。九八洋基这里也换上 AS， 换上单年度的15年米勒哦，转15洋基。对，就是。米勒也是算是预计，应该是洋基明年的三大本那个后援啊，对，跟查普曼一起组成的强力后援、欸。查普曼今年也被交易到洋基去了。是。哎，黑东哥看会不会这一棒也锁到底锁下去呢？哎呦！风向转成中间顺六，对，阿卡斯的姿势是瓦格纳，嗯，没错，瓦格纳。然后球种开始是紫砂球，原生的升级类型是滑球，所以哎、欸，这不是滑球，它这个是慢曲类型，慢曲类型，慢曲才有螺旋，那滑球才有滑曲球，是，没错。好，羽商晴现在能要唯一第一个先把分数给冻结住，然后再看八局下半能不能一举把分数追平。那豆腐王现在要做的功课就是慢慢累积跑者，或者是要直接锁，把分数拉到剩再多一分差，那对比赛的这个把握度就更高了。可是羽商晴也很抖，是他不能打延长赛、啊，他已经花了八次暂停，如果他在延长赛。是可以多一次啊，可是他的投手也用完了，他阴天已经换上了14年林一豪，09年的沈玉杰，还有雨天也换上了高金城、吴赫夫、曼赖有亮、真田玉贵，全部都用光了。然后阿卡也上了，对，阿卡阴天也上了，他剩下晴天可以用，晴天跟雪天，算是牛棚已经烧了差不多了，然后暂停数也，哇，这可能是要这场比赛最小心的一支哦。咬到了，但中外手贝尔川轻松处理，很可怕。有时候比赛就是这么迷信啊，我就不相信你这么会打，可是你就是刚好又这次又轰出全垒打了。咬到了，留不住，留啊，出了，哇，捡到了。那要逼着 EMP 透不往，这个抗压性真的是很厉害、啊，真的很强啊。连续两个半局都在守。为打者上来抓到内角的速球，哎、欸，刚刚那个是滑球了，反正第一球就是拉打到左外野。是，那胡金龙那球就不用说了，甚至羽商晴这场也两轰了哦。对，哦，93年的史密斯，那这时候其实就要看羽商晴的一个基本款能力能不能够帮
他在追平了。因为这场比赛其实羽昌晴是有个基本款比较可惜没有把握好的，就是打后那一球。对，哦，这边还是比较轻举妄动。哎 ，KHJ， 你刚刚算哪两轰？胡金龙一轰，我记得还有一球是一个直球外角低的直球。哦，对，还是那是安打，我其实也有点忘了。我也忘记了。对对对，因为这个双方太精彩了，这个比赛你来我往，所以说。有点忘记比赛细节，这边维纳斯，这是新出的姿势哦。本人的姿势也就是这样站开放式的打法啦，啊、但是没有那么会摇，是没有那么会摇，真的。肚子没有跟着球棒一起摇啦。哦、方向对了。那维纳斯曾经是在中华职棒创下连续20几场安打的记录的、哦。维纳斯不仅是我印象中啊，他不仅是打击强，而且他的手背也是非常的恶心。对，真的。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跪地传球了，非常厉害，他的背力真的非常强。对，那个时候2000几年的时候，04、05、06那个年代，看到陈泰那时候维纳斯啊，还是统一的布雷，都觉得好像洋将三垒手这样手背很正常啊，但是这两个走了之后就觉得啊，我到底之前看了什么？其实 T 大有没有就是关注过一个洋将，他叫做卡斯提？哦，有。对，那个统一狮队卡斯提，他的手背更是没话说，真的是常常都是那种7星级、8星级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手背。那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去。那个查询一下他的影片，真的是每季真的是大联盟的，对。那就是在三垒套用了明星守备的潜力哦。哦，羽昌晴喊出这一场比赛第9到最后一套暂停了，换上汤尼。对，那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这时候应该也是直接换下来，就算我剩最后一次暂停，但没关系，我现在重要的是一定要把分数给 hold 住啊，对吧、啊？外野保守的退防，可是汤尼的球路能不能压制洋基的炮手，还有在顺溜的状况下就不一定了。对，就不一定了。那其实这场比赛豆腐王是变化球跟的比较好，那就不知道他直球系列能不能抓得这么好了。哇，刚那球有点急了，才一好球的状况下就歪空的挥棒了。这个时候领先一分绝对不够用哦。是。哇，9局下半转成雨天。对啊，考验洋基的牛棚。洋基的阿卡雨天后援投手也换掉了。对。换上2014年罗伯森。这张是2014年洋基队最有价值的红卡投手了。羽昌晴选择锁框，可惜了。哦，轮到上一轮打击抓到内角高速球的胡金龙，那球抓到内角高 V2， 单局投出来的第一颗球就轰了。对，这场比赛的卖点应该是第一个打者，对，双方第一个打者都很猛的，就是首局的第一个打者。可是还有没有办法看到第十局呢？就要看看，哇，站着不动被三振，羽昌晴应该是跟他拼一支了，对。可是没有猜到、哦，这时候对冠彦来说就是比较关键的打席喽，因为他的这个支投手的曲球跟卡特球都是往左打者内角去串的，那看冠彦这个打席能不能够帮羽昌晴追平比数。猜到吗？没猜到，但是球歪出去了，球点不见了，有点哇。命中注定啊！哇！哇、哦！怪力男这一球太扯了，太扯了！哇！羽昌晴这个 timing 抓的真的是有点鬼神啊！哈哈，命中注定，轮到又是 DH， 哎、欸，捕手双手位捕手，哦、他忘记开双手位了，他捕手忘记开双手位了，是，我、哦、这边又开狂打。这样对羽昌晴超级有利哦，因为已经拉到比延长赛了，那现在还可以再持续消耗对方的投手的牛棚。
对。这网咖有快传，大家这个选手千万要注意到，因为刚才在转播上一场赛事的时候就有发现到了。深夜小心火烛，就要看陈文斌能不能躲过这一次的夹杀。大都会实权对你要小心捕手快传哦。这羽昌晴的手指可以说是动得非常的快，非常灵活。哦，回去了，这边。哎，这是 bug 吧？怎么可能穿过基特的身边？他当他是火影忍者哦。哇！这边去做个拼，没有拼到，跳到要直接拼本垒了吗？哦，楚劳特挡住了。EMP 托福王还有，现在才使用了七次暂停哦，可以尽量的花，哎，八次了，八次，也还有一次哦。就要看豆腐王他的心脏能不能挡住羽昌晴的攻势。看到是张天麟负天气对到前面三次打击有两次安打，两次安打，有两次安打咯。哦，头掌星球，这个时候真的节奏有吗？这是什么？我看了什么比赛？为什么会这样？羽昌晴单场三支全垒打，两支左外野，一支怪力男在外角第一的 S 曲球拉打，帮羽昌晴带走了胜利啊！而且还是先空挥，之后先好像挥太快，然后第一球进来的时候是不小心乱按的那种感觉。哦，这是什么鬼东西？这一场比赛真的是，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歪框的打者 timing。如果你抓得好，其实还是可以轰得出去，非常非常的漂亮。这到底是什么？对，三支全雷打，有两支是歪空来的。天哪！那其实我觉得，对豆腐王，第一个他比赛虽然没有拿下胜利，就算了。其实我觉得就算了，没关系。那你被多上垒那两支，然后又被追一次轰三分的话，这样子对。接下来他的失分要晋级的可能性的话，就会比较又会比较艰难一点，因为这次会同样战绩是比失分的。对，那总结一下刚刚那一场比赛，最后的比数是7-4，再见三分炮获胜哦，真的很夸张。对，因为其实就算5-4输了，那其实没关系，失掉五分，你得了四分。但是这样子被轰一个三分炮的话，变成说 ，T 大你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想托福王应该没想到自己最后是这样的输法啦。这样的，对。而且捕手快传那一球，应该要抓到，就耗了他的精神力，耗了那么久，最后还 save 一个凌波微步哦。对。其实那个跑垒的羽昌晴的操控可以说是非常的灵活、啊，对。那接下来就进行这个阶段的抽奖跟抢答活动。那先进行抽奖好了，刚刚已经抽过传说卡宝箱了，所以接下来要抽的话是白金购买券。那请在聊天室打加二。那计时30秒，开始。第一位是 CHAUN， 恭喜你获得白金购买券一枚。那第二位是 TED22522200， 恭喜你获得白金购买券。那再来的话就是抢答活动了，我看一下这个阶段出什么题目比较好。
好。这个阶段抽暴风成长卷好了。请问含前后生的哪支 MLB 球队他所拥有的黑卡是最少的呢？我对这个题目就比较有点困难了，大家赶快去交易大厅看一下。这我也是找了很久啊，含前后生的话，所以而且要最少的哦。对，最少算是真的，即使我每天在玩 PP， 有可能我也不会去注意的这个问题啊。对哦，可是好快就有人答出来了，所以这个答案是红人吗？不是，不是。好，公布正确解答是光芒队 TED2520。你刚刚抽中白金购买券，现在又答对暴风成长券是吗？光芒是只有一只的那个 Clawful。两只。哦。来看一下交易厅。因为光芒队它是1995年成立的，它叫马林鱼队。不是马林鱼，那个叫魔鬼鱼队，它本来叫魔鬼鱼队。奇尔兹，光芒队是三只。这样光芒队是三只哦。对啊，三只。那就是蒙特罗博海啊。投手也有奇尔兹。来看一下，很快聊天室谁确定最正确的解答，然后又是第一个答出来的，就送暴风成长券。每队至少三个。哦，如果是没有解答的话，就都没有咯。红人一个，红人。红人也三个啊，这题应该是没解答，好吧，没解答。因为我本来那天在找的时候，光芒队我去看，两个，然后我知道改版的时候是改版出每一队都有三个，然后就是希尔兹跟克劳佛，我那时候看希尔兹跟克劳佛，怎么不今天又多出一张龙哥利亚了？那要不要就是替大家随机再出个问题这样？好啊，那就直接。随机现在要怎么出啊？不然就出个刚刚羽上晴是哪一位选手打出最后的三分炮，这样子可以吗 ？OK。对啊，就是回馈一下刚刚有认真在看棒球的那个玩家观众们。刚刚哪位羽上晴打者？刚刚谁在健全 A 打？对，这个答案应该是。不会太难了。好，张天麟。哇，可惜这一次竟然没有办法用原来的答案哦。对，非常可惜。还有 ASD 是吗 ？ASD。好，我这里目前正确的解答是日语 OB 哦。对，那如果有延迟的朋友就比较，就是可能之后，因为不止还有这个抽奖吧，还有很多嘛，对不对？哦，一天有六题。对啊。目前才进行两题而已，而且后面四题是更难的。我现在是刚把简单的题目出完。对啊。好，那我想选手邀请应该也快要到了，就在比赛开始前再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2016全国单人赛南区转播，我是主播 TRY。下一场要转播的话是 EMP 信对上 Future 郑小猪哦 ，KHJ 你也进来了吗？我进来了，欢迎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赛评 KHJ。那今天小半岛有事情，所以说 TDA 邀请我来参与这个转播赛事的工作。那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聊天室反映，谢谢。哇。EMP 信这位玩家我不是很熟悉哦，但他使用是13道奇。对，道奇对使用13年的玩家应该是还算是还蛮特殊的。那我们就看他是因为打者的配置呢，还是因为加成，或者是因为他先发投手跟上场相形一样吗？这是这场的观战重点。开到的球场的话是老虎场。欸，那他使用13洛杉矶道奇队，那应该是跟他的阿卡是或是13年是有关系的。对，先发投手是紫卡科肖。这张杂牌在流行的时候 ，KHJ 你有用过吗？科肖这张投手其实也是不是很好打，因为他的曲球，即使你抓的 timing 抓的很准，他就算就是风向如果没有推对，或是 timing 没有抓得很完美的话，是非常非常难开轰的一位投手，对，将他的左投趋势、左投优势卡热球，又可以拐进右打者的内角，是非常难打的一个投手。哇哦，这里一三师选择佣兵左外手洪启峰哦。对，这、就是大巴被之前不知道被谁讲过，还是我忘记是哪个球评有讲过了，洪启峰算是一个内建的一个一三师球员了。对，你有听过这句话吗？有。对啊。不过比起洪启峰加上一垒罗曼，我会比较喜欢一垒是用黑卡罗曼，然后主要也是带佣兵的，这样子感觉整体的速度会比较快。我是比较喜欢右外手佣兵黑卡，然后左外手做阿卡。阿卡。左外手阿卡数值也会比黑卡的总和来高一些些哦。对。那这场比赛一开始开到是雨天，那双方是伯格跟柯肖都是有算对天的状况，就看哪一位选手能够先突破对方的先发投手。哦，一三道奇选择二垒手罗宾森，其实道奇是左二游都有黑卡的，是，那二垒手也有金卡，啊，有几手是只有黑卡。对，那所以说其实道奇补黑卡有几手会有更好，对，因为二垒是有原生的就有横移跳没问题，黄甘霖傅天旭对天没问题，那就看看要不要佣兵打者，如果说不佣兵二游的话，那就要补游击手黑卡了，是没错。道奇也很多好用的金卡、哦、像是二垒手的那一张，一垒手比尔巴克那也是非常流行的、哦。然后道奇又有一张后援投手，拥有五阶球球种，那张其实也是不太好打。嗯，这球没有完全进框，按一个 A 推。哇，现在转成了雪天哦。再转成雪天，然后可是。但小猪的打线刚好是凯到两只雨天打者，看能不能在这边做一个突破。而且罗敏清他是中炮大枪哦，如果是使用高国庆的话，是大炮、超大炮跟大枪。是。那有没有备课就没差了。对。咬到，咬到，对，就是像这样子的、就算你 timing 咬得很准。也打对方向，打到顺风，这球其实拉得很漂亮的。对，那还是因为被他球直压了下来。上礼拜北区的转播当中也一样有道奇跟统一哦，只是出现14年的道奇，是 TKB 的 Ken 使用的。那134的话，也比较多选手使用，可是还是比往年少很多、哦，是 Chris Bryant 跟 Miss Bindle。那 Chris Bryant 就是那个佣兵晴天后援投手刘奕传，可是选择红卡而不是金卡的那一位。这球阿基是抓的非常在一个内角低的一个曲球，做个 A 啦。哦，
这一棒就真的要换头了，我也轮到的是一三四最恐怖的打者林志祥。对，因为你不要看他力量虽然是中啊，其实他就算是客厅也是有开轰能力的啊。对，而且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这一张卡片总是有灵气的、喔。是。那 EMP 信喊出第一道暂停。是继续想要维持一三年的加成，换上了这只七等小黄。那只小黄应该是收升级需求类型，对。他其实左投球路来说也算蛮漂亮的，开框扫下去，右外野手快传，踢不回来。阿基斯虽然是负天气对天呐、啊，不过右外野手的格林。回传的非常快，挡住了这一分。再加上捕手是 Posada 哦，也不是 Posada， Piazza 啦。Piazza， 这个紫卡的守备力一定是 take 得到这一球的。哦，最后用 V 华三振，完全没有失棒。配球是不是非常的大胆、啊、这次配球可以说是外角内角低跟外角内角高的一个互相搭配。那这个球场是老虎场哦，老虎场也算是一个蛮大型的球场，中右外野又超级远哦。是，它的中外野可以说是相当的远。要看信这边。能不能先把博格给逼下去？因为对方已经把你的科肖逼下去了。你现在唯一的想要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也不用先得分，先把对方暂停，也吃了一次再说。哎，刚刚提到球场，如果是中外也更远的话，就是 3D 化之前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太空人球场哦。是，那个球场是有可能可以跑出内野全垒打的球场，打到中外野那里。哎、欸，正常的守框还打不到那里的，对，一定还要配风向。是可能打到那种45度角球，啊，中外野如果扑得太快，没扑到的话，就是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悲剧。如果是 NLB 的大型球场，我也蛮怀念像是费城场跟红雀场。那 T 大怀念白袜场吗？那个会吸球的白袜场。白袜场我没有很喜欢的、欸。对，因为白袜场有时候其实它球点在里面，可是它只要碰到墙，就是感觉会被吸走。对，嗯、那就是歪框，大家乱锁一通。对，而且风又大。看这边信会不会就是直接放弃一三年的加成，转为其他年度呢？哦，换上90年的涂红青哦，这是车，也是新的紫卡，在今年全国单人赛第二次出场。是，这一张也叫做火车哦，跟火车威利斯也一样，都叫火车。是。像这次佣兵后援投手，佣兵最凶的人是老板哦，他在北二区的比赛转播当中，嗯、他佣了一二三四四个后援投手，所以他到后面是有变成杂牌的状况下。KJ，你同样身为兄弟玩家，怎么看他的调度呢？欸、其实、基本上我们都会带四张，就是佣兵的后援投手，对，佣兵四张是没问题的。那我不会转成杂牌，就算风那个天气一直变，还是不会转成杂牌的。对，那为什么会带四支佣兵的原因，就是因为说可能怕阴天或是晴天，或是四种天气的其中一个天气撑了九局，那你一定要用到把那个天气的额度一定要用完，所以说才会变说你要带四张佣兵，因为你怕一场天气一场比赛天气撑太久，对，会不够投手用。是，但我不会拆成杂牌。那一场老板也是打得非常刺激哦，打到7-5才打赢了半岛超人古月。是，那时候我有在他后面看，他那一天的 timing 可以说是相当准。就跟刚刚 EMP 雨伤情一样，就是各种乱七八糟都轰了出去哦。是，
而且他们打的是那个洛基球场，对，所以说最后老板其实赢的也是还蛮惊险的，不过也是恭喜他，就是晋级了最后的总决赛。哦，老板那一场其实也都有入框啦，可是有白空全雷打，子东哥外角盯了白空轰，是。好，四局上半还是保持雪天哦。对，那现在就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火车到第二局的压制能力能不能度过这一局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纸条都是有金币的，那一定是没什么问题。那这一张没老兵也没有，也没好像没有原本特殊原本潜力就没有金币了，看能不能撑完这一局。雪天最主流投手还是黄平洋啦，那在今年有两位玩家使用了这张涂红心哦、喔。是，那就可以看看明年或者是接下来的比赛，会不会他像伯格一样也变成流行的投手，主流的投手。嗯，佣兵投手也是从去年全国赛才开始有更多人使用艾克斯利哦。是，艾克斯利可以说是相当好用的一张卡片。哇，只这个紫叉球实在没什么轨迹、啊，没什么轨迹，对。也撑过这一局，那其实这样子暂停数就不会说太亏了。喂！哦，这两边选手都一直挥，一直挥，好吵、哦。是，可能还在抓这个自己挥棒的 timing， 就是换掉了伯格。35球大关，选择把伯格换下去，换上是雪天的阿卡。这一张吃的姿势的话是沈玉杰、欸，眼睛好大哦！是沈玉杰的姿势。那沈玉杰是只有一张红卡哦，是在15年的明星赛出来的。沈玉杰自从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华职棒了，哎、啊，一直到2015年才出红卡。对，他前几年出的都算是还蛮不错用的小黄，对，就是可惜没有一直没有出到红卡。哦，如果2009年的沈玉杰重评成红卡，我想2009牛就会更流行了。是，那2009牛就是。单年度冠军争霸赛四强选手半岛超人静雅，他使用的那个单年度组合队。这道暂停也要把涂红清换下去，哦，也一口气换上了两张金卡、哦。是，先把左野移防到，先把，哎，换一张而已。对。就是位置的调动，然后再把 DH 的萨克斯。那这张布洛斯顿在2009年也是终结者哦，道奇队的终结者。这只卡特球，那个声卡球可以说是非常的难打。没有特殊声卡算难打哦，还是你说的是现实？其实我觉得游戏中，嗯。声卡球高其实就有点，我是认为我掌握度反而没那么高啦，对啊，如果在高角度的位置，了解，对，那低角度的话可能就压制力就比较没那么够了。哇哇，抓到外角低的曲球，做一道 A 推，曾志珍打出两分全垒打，郑小猪率先开轰。开轰！哦，这边又换了上了暂停，所以说刚刚其实吃了两局的火车的优势又没了。
换上第四道是麦克道尔。可是现在才也已经进行到五局，只花四次暂停。K 君，你觉得这样子暂停数太吃紧吗？如果五局之内又换上四次，还可以接受，对，都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你换了这么多次比赛，却还是落后的话，那就有点头痛了。对啊。哦。要看看 EMP 信他的空挥能不能帮助他也开轰呢？只需再抓个 timing。外野量好球之后，还是选择退防，哦，回防了。那沈玉杰姿势配卡特球，在内角球很有压制力哦。这时候被打出了安打，势必是要再喊出一个暂停。他的阿卡斯最佳状态还有七阶完美。十二球还是没球威，还是没球威的，对，还是比较没有球威的。那看这时候会换上佣兵呢，还是就大饼？我认为这时候大饼上的几率应该是很低的。对，拆成了一四年的，不是，拆成了 AS。这张郭宏志是统一雪天超级强力的后援啊。对。右打者要打这张，其实就是有点会比较头痛了。两边球队都是有郭宏志的，是两边球队都有攻击。咬到这球，咬到了、哦、球点在外面，可能会撞墙吗？撞了墙，黄甘霖扑了下去，没接到，至少还少掉一分啦、啊。是，那对上角是比较亏的，就是他换了这个暂停，结果还是被打出安打，就比较亏了，算是球威也耗尽了，然后结果还被打安打。那其实我有观察到双方这场比赛被打出长打的球点都是在第一球，那看一下在小猪要不要换一个高球来配，去防止信的长打。这一道暂停是战小猪喊出来，第三道暂停换上是93年郭敬欣。是配球做了一点改变，变成决胜球丢在高角度的位置。比尔巴克纳非常优质的中炮大枪哦，要比喻起来就像是统一跟新农的王传佳一样，可是他又没有姿势，更好打。对，又更好打，是因为王传佳的空挥其实应该挥个一次，对方球就来了一两次啊，对啊。如果用王传佳打击姿势就。雨桑晴若使用王传佳做刚刚那一个最后一个打者，就不能像张天翼林一样轰出去哦，喷红中。这出现进弹号，这球应该是按 A 的一个 A 推，非常漂亮。哇，今年比赛转播下来第一个红中失头球，就出现在这一场比赛。对，而且他这球我看他的挥棒角度应该是按一个 A 推啊，非常漂亮。看这时候信要不改变一下配球，因为这个球投手上来，我看他始终都一直在丢慢区。那其实你一直丢同一个球种，对对方来说就是我就准备好抓这个 timing 就好了。对，哎，麦克道尔现在是没有对天的。换上是金卡萨克斯打 DH， 我觉得那时候先出金卡东哥哦，嗯，我、哦、那时候的小编还是前一任的时候，他就写即将出哥子式传说这个 FB 的贴文，对，然后那个打击姿势一看就知道是黄宗义，就黄宗义，可是大家都很犹豫说力量型打者，然后黄宗义东哥又不是炮，东哥明明是枪，啊，大家都一直在犹豫，在想说到底是。对啊，那个图像就很明显了、啊，而且还是力量速度型，就一堆人在讲力速型跳接不可能啊，怎么可能这样出？怎么可能这样出？太夸张了，对不对？结果就真的出下了。对，
啊，但是其实新农玩家最后还是选择使用紫东哥，因紫为东哥，对。金卡的打击框都太小了，除非是黑卡那种等级的数值打击框才够大，不然就太忙了。变成说，虽然力量撑得起来，但是它的打击，变成说你可能要做基本款，要摸到球，只要有摸到球就好，可是打击框太小，变成说连球都摸不到这样子，对。再加上那个时候的扭扭啊，是二游双跳，是04年的阿浪加上金卡东哥，都是卷那个晴天，变成说这样有点陡。如果阴天的时候防守的话，没错哦。啊，反观道奇，隔一个礼拜就出了这张金卡萨克斯，就真的超级优质的。对这张萨克斯之前有一阵子真的是卡王，真的是那个真的是，我连我兄弟像玩兄弟像都是非常羡慕五鼠又中炮大强，是。好，这一道暂停是 Future 信喊出来的第五道暂停，是，换上的是10年郭宏志，对，你有小小锅，我也有小小锅。这一张更是有最佳状态的潜力哦，少应该也算是第一个先开。RP 有最佳状态潜力的先例哦。是。早期杂牌必备的晴天后援投手。对，这只，而且这只又多了那个特殊球种，可以说是相当的恐怖。这张卡片，哦，这个开框游击手应该要拼拼看哦。对，这球就比较可惜，因为第一时间可能就是把那个选手 Q 到中外野，就比较可惜，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 play。可是以二游的球员素质，第二时间 Q 到还是有机会扑吧？是，还是有机会扑，只是他可能操作上有一点瑕疵啊。比较可惜的地方，那现在无人出局，哎，现在已经一人出局，一垒有人，要拼吗？要看看，要观察一下选手会不会做盗垒咯，如果他还是。不知道有那一档事的话。不过做到了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是 OK，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变成说，哇，那如果这次上来就没有办法，因为刚才如果小郭是慢速取球过来的话，可以拼一个道垒，那快的球再破坏掉。那这次假内上来应该就是很明显跟你说，我就是要拼直球，那应该就是没有办法做一个道垒。哎，这样讲起来，你不觉得还好？紫星球团不是在南区这个网咖打，不然你们 END 打代跑，感觉都很容易死哎。是因为这个球，因为这个网咖刚才转播下来就是有快传，变成说战术可以说是非常的难运用，连背对，侧的黄卡 AS 捕手都可以杀抓到。到是。那其实像 EMP 或是超越这种这么厉害的团，甚至今天爆这么多人的团，他们的团员跟团员之间应该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说，哎，这间网咖有什么快船啊，什么东西要注意一下？对，那其实这一场比赛应该双方的盗垒次数就会没有那么多了。对，没错，适应网咖也是电竞选哦，手的这一球，部分。哇，啊，很伤啊！直接形成两出局哦。对，因为其实刚才锁下去也没什么问题，拼一个长打，拼一个基本款都没问题，这都 OK 没有关系。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就算你的打席都没打好，这份基本分没回来也没关系，只是你一时之间死了两只，连你的追平分也死了，就这个气势就非常差很多了。我刚刚看哇，到这球从霸气的一个 A 推滑球推出去了。贝克的黄甘霖抓到外角高的滑球，对，这应该是做一个 A 推的一个非常漂亮的 timing。好，再换上沃瑞尔，这是第七道暂停。对，可是这个暂停就有点于事无补了，变成说被轰了，才换上这个暂停。其实 EMP 信他这场比赛的暂停次数只花到第七次，8局7次，也如同赛也评算 KH 够，直接讲的一样，是 OK 的，但他分数拉不回来哦。是。加上刚刚的跑垒失误啊，
因为像刚才比数3-1，其实我就是已经是不会太撑投手了，就是先不要管暂停了，因为你还是要你一定要把分数冻住，你才能追嘛。因为你一直失分，你这场比赛就是一直把那个钱都还没赚进来，你就一直把钱花出去，那一定是入不敷出的嘛，一定是永远都是亏的啊，对啊。上礼拜北区的比赛当中，如果首局有人打出二垒安打，两边都会把先发投手，即使是对天的陈奕迅，也都会果断换下是去。对对对对，因为在自由频道来讲，虽然它的难易度就是他盯出去的第一球没有积分赛那种难易度这么高的球数会有所影响，但是自由投手你反过来想，他就是把全部最好的卡都塞上来，变成说其实一分来说就很巨大。那这一道暂停是喊出来的第八道暂停，换上13年的詹森有特殊姿势哦。对，詹森这个投手千万不要投右打者的外角球，因为我看其实今天战小猪对外角球的掌握度其实蛮高的。最后用内角的变速球三振出局。哇，轮到的是格林，今天有快速传球表现的格林哦，是有挡下来那一分，虽然最后还是这份还是失了，对。战小猪也换上第五道暂停，高见三。对，那高见三结束之后，应该还有一张凯撒加一张。有可能晴天还有一张佣兵，那其实对信来说的话，也不要放弃的太早，对，因为是比失分制的，先把分数压低，先把分数压低，然后聚集上垒者都还有机会啊，累积上垒者。现在外野没有做退防。如果要给 KJ 你排直插球的名次，你第一名是投给谁啊？第一名应该会给，不考虑天气，不考虑天气，那也不考虑姿势吗？还是可以考虑姿势？嗯，考虑姿势，考虑姿势。我第一名应该是会给今天有上场过第一场的大魔神。哦，对，是他的那个直球，因为他有点侧投，其实他直球出来也是非常的快。那他的那个。因为他改成这样子的姿势之后，他的直插球，我认为是肉眼很难分辨的，真的很难分辨。啊，第二名呢？第二名应该就是阿三直插了，对。第二名我认为应该是阿三直插，不知道 T 大你有什么看法？关于直插球的名次？我第一名会给阿草谢长亨，是啊，第二名也是阿三，对，那其实就是同一支两支非常霸气的。直插球，对。那第三名呢？我想看跟你猜的一不一样。第三名，第三名的话是那个吗？野龙卷直插吗？野茂英雄？那个超烂的，拜托。我第三名会想给老皮呀、啊。哦，老皮，哦，老皮，不错不错。哇，已经进到九局下半，叶拼信最后一轮的反攻机会哦。那从中外手，那提到觉得真田玉贵的呢？因为我自己用起来，我是觉得真田玉贵还 OK 啊，算堪用而已。我最近好少遇到他哦。是吗？是哦。嗯，武士直插嘛。对。而且除了直卡之后，真田玉贵的天气就跟平常出现的时机不一样了。对对对，他出现就是阴天的时候。哦，战小猪换上的是第六道暂停，凯撒。对他凯撒完之后，应该还有一个佣兵额度，再放上一支晴天的。那其实对信来说，这场比赛就是可能要突破就比较难了。他同样也有使用 Aura， 可是没有办法像上一场 EMP 偷福王一样 ，Aura 有办法第二轮第二局的手打席就全垒打哦。那就恭喜 Future 战小猪30获胜。这场比赛的胜利。那
在第一场比赛、第三场比赛转播完，应该马上就已经要进入第二轮的赛事转播了啦。好，那就再麻烦请 Tida 跟大家说一下第一轮的晋级状况。哦，好，可是我也不知道哎，现场没有回报。这次的南区比赛一样是跟中北区一样啊，32个人参赛。那分成8组，那一组4个人，那4个人里面会互打，那再比得失分以及胜场数来决定谁会晋级第二轮。那一组4个人里面有会晋级2个人，那总共8组嘛，16个人晋级第二轮的话，再分成4组，四组对，然后4组的前二再晋级总决赛哦，没错。那今年的 iCash 你觉得如何？那个悠游卡吗？对，哎、欸、对，参加奖是悠游卡，不是 iCash 哦。哎、欸，不是哦，是悠游卡，是悠游卡。哇，那比 iCash 还要值钱。对啊，非常的那个的。对，所以说，如果现在还剩一区那个东区的赛事，大家如果明天有空的话，其实可以去现场报名看看，因为你其实不用缴那个报名费，就有一张 UO 卡，然后又有选手证，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啊。对啊，哦、今年选手证就有在送喽。对，今年有送选手证。对，如果有晋级的话就没有送，如果晋级的话是当天会才会送。那如果没有晋级的选手，那没关系，也有 UO 卡跟选手证可以带回家做纪念。对，了解。那马上就要来进行这个阶段的抢答活动跟抽奖了。先来进行抽奖活动好了。刚刚已经送过黄金宝箱跟白金购买券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收看那个这个 TDA 的频道，官方转播频道，因为等一下还有大奖，对，大家不要离开。接下来抽完美成长券，两位请在聊天室打加三哦。好，计时30秒开始。那今天奖品一样是由红心辣椒的 BBO 游戏部门赞助的、哦，待会的抢答活动也就要开出大奖了。倒数2秒，1秒 ，Rolling 第一位 JE5937， 恭喜你获得完美成长券一个。第二位。Style JB39， 恭喜你也获得完美成长券一个。哦，下一题的话就开始越来越好玩了。1、2、3、4，好。第四题，刺激的，要送极限突破卷啊！题目的话是已经来到影片题喽，影片题。我来找一下影片。你说这些题目都是提他自己出的，对不对？对啊。对啊，很有心。对，我就看看能够考倒大家没。对，这个就没有那个网速问题了。对，影片题就是大家凭实力咯。对，凭实力了。好，应该差不多这个位置。哎、欸。是不是被坑了？你们有看到吗？不行不行不行，被坑了，被坑了，被坑了啊！对对对对对，好吧。不行不行不行，那就不能用这一个，可惜，那就直接冲禁止卡奖项目了。可恶，竟然没捡好。
好啦，那就先进纸卡项目了。极限突破卷，待会想到题目就再出了。一样是影片题哦，一样是影片题。这大家眼睛要很利哦，对，因为我连我个人都还蛮想要这个奖项的，随机纸卡真的，大家多多认真看一下。好，这个影片题，请看完这一则广告之后答出指定问题。广告结束。题目是，好，请问第一个出现背号的是谁？第一个出现背号的是谁？影片当中谁是出现第一个背号的人，答对的就可以得到随机纸卡一张。欸，好像有点简单齁。对，可以举证，你知道。其实刚刚我看影片都是也是在观察背号。靠，为什么你们知道会是这种东西？对，应该是就是这种，因为其实不太可能出，其实应该也可以出，就是第一个投手被轰的那个球队是哪个球队？应该，或是第二个投手应该就比较难。好吧。对。那就恭喜第一个答对的25号，应该没错。对。Galaxy 6405，你答对了。啊，太简单了哦。因为如果是出那种，第二个被轰的打投手的背号，或者是第二个打出全垒打的背号，那难度可能就会更高了。对，好，那再看一次正确解答，看到第一个人的背号出现就好。好，25号，就是25号、哦。那使用的是什么球棒？不要装作没听到哦。KHJ， 这个应该是传说球棒吧？没错、哦，它就是游戏当中的传说球棒，它是仿路易斯威尔的样子哦，是那个 logo。哦，25号，大家真的眼睛也是很利，对。因为我那时候在出题的时候想说46号这个左打者，然后又按得特别大，会不会大家都注意到46号？对对对对，我刚才有注意到46号这样。
还是应该出投手，因为投手他那个背号是两段式的。对对对，他投手出现就只有一下子。好啦，那其实全民打棒球广播在这七年来还蛮多的、哦。对，但我看到还有那种真人版的广告，就是也还蛮有趣的，就是男朋友跟女朋友在好像在聊天，然后那种突然燃起的那种棒球魂也是还蛮有趣，还蛮特别的。反倒是这近几年改3D之后，好像就比较没什么广告。不晓得是修成正果，还是已经结婚生子。对，那就恭喜 Galaxy 6405，你获得是随机纸卡一枚。那这个阶段的抽奖跟抢答活动都先到这里啦。那请以上中奖人都私讯 FB 粉丝专页你的游戏账号、游戏 ID 还有退取的账号。那如果再附上你中的是什么奖的话，我会更快对出你中的是谁。是。那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